中间会比较硬哦，来下来。看久没来，有点不知道从何开始练习。我们先要挑木头。第四关就会关灯了。后来，反正它以前是就一间蛮热门的餐厅。嗨，早安，给大家看一下今天 outfit of the day。跟我平常长得不太一样吧，这件是我昨天刚从 Nook Nook 获得的新衣服，然后这顶帽子是上个月连线，我挑的是灰色，我觉得版型很好看，就是不是那种大大的渔夫帽，比较小巧一点。裤子是 Morgan 第一档的新品，给大家看我今天是戴眼镜的造型的一个假文青风的概念，这是我在文雄眼镜行新配的眼镜，对，我觉得还蛮好看的。然后上次在 IG 分享的时候就超级多人问，我自己觉得这一副真的很好戴，因为它是他们新推出那个合金系列的，就整个超级轻，像我戴一整天剪片工作都完全不会不舒服，而且它的颜色是这种淡金色，就比较没有那么饱和，所以不论配什么衣服其实都还蛮百搭，不会突兀这样。那我今天要跟安安一起先去吃个饭，然后吃完之后我们要去做一个手作复古灯，然后晚点可能会跟我男朋友一起去运动啊，就一些比较日常的行程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就出门吧。嗨安安，警铃大响，警铃大响，救救我！笑死了，完蛋，我要被警察抓走。我们今天来吃好迪，原本要去 Sugar Pea， 对，但是没有位置，对。然后好迪，其实我们高中就在旁边嘛，所以以前刚开的时候我们，不对，我们高中说它还没开，是后来，反正它以前是就一间蛮热门的餐厅。但现在就还好，不过我是觉得蛮好吃的。现在就还好。我以前都觉得它意大利面算蛮好吃。我也觉得这家意大利面算蛮好吃。意大利面，然后这个我也吃过，五八三明治也蛮好吃。它之前就是这个 donuts 很有名。对，可拿子。对，我今天点苹果凤梨汁，然后五八三明治家的套餐跟这个什么金沙中卷意大利面，耶，好丰盛。我们现在要去一间叫 Q Box 的，然后做手工复古灯什么之类的。对，第一次，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 DIY， 以前都是那种皮件什么的。所以觉得这还蛮特别，感觉应该不会太困难。我记得我们之前有就是一个 vlog 就在这边画油画，然后今天好像到了，就是这个，哦，好快，就这个。哦，对，噔噔，一种灯。对，然后我们是这件 U box。这款式的部分来讲的话，就是我们基本做这个东西，我们就叫它探险家啊。那探险家部分来讲，它基本的成色是这个银色的部分，对。但是呢，就是我们是有把它升级为触碰系列，所以它才会是做这边，全部都可以做调整。哦。它这触碰调光，它会有三段式。嗯。一、二、三。第四段就会关灯了，嗯，对，它是连到这边都可以的，高级哦。然后之后的话，它是这边会有这个旋转式的调，你可以去做一个270度的回旋，你可以看你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感觉。那一样，它全部都可以摸，到后面这边都可以，甚至它是到转头这边都是 OK 的，对 ，OK。转头也可以摸，哎，真的。我们现在我啦，我应该会选这个探照灯。然后我应该会想要烤漆，我猜。对，你要选什么？我应该也是，但是我应该会选银色，我觉得银色蛮可爱的。然后我会选直的。啊，我应该会选直的，我觉得它有分，它不会亮。它有分直的钨丝跟螺旋的。对。然后有一些 LED 灯蛮酷的，像是这个是树的，小树。制造工厂这些。我们现在挑木头。了解，我在想我要选这个比较奇形怪状的，还是这个比较圆？我选好了，最后决定挑这个比较圆一点。你等下握板经过上面，然后说上面的话就稍微有点施加一点压力这样子。那我这边可以先下去哦，来，再大力一点点。OK， 对，最轻松，来，慢慢来。
来，再大力一点点，再大力一点，再大力一点。OK， 好，我们这边就退底，来，卡榫退底，好，我们慢慢把它拉上来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慢慢的。然后你可以闻一下这个竖纹，香吗？凉凉的。对，我也觉得。好，然后之后呢，我等一下这边会当做一个辅助线，免得前前后后你都可以就照着辅助线一样。我们会用肩，然后我前帮你把它抓到侧边。中间会比较硬哦，来下来。好圆哦。你们要决定要有没有雷射雕刻？我不要。你们要雕刻？哎、欸，我想想看啊、哦。啊，我有点想雕个图。啊，很好 ，OK 啊。对，可以雕个东西，等一下调雕什么？对啊，我就是没有不知道可以雕字，没有先想。没错，来，微笑、哦。因为雕我的名字会有点俗气，我也觉得雕名字好智障。然后之后呢，可以有这些字型可以挑选。啊，然后帮我看。我想好。我就可以这样。也不是什么座右铭啊。好。有很多字型。然后我应该会选这个。我们好了。好了 ，OK。1993年，看他体谅。那你喜欢几号字？我要八号。八号。我现在要来看我的木头被磕了。好，等一下闻到一些味道，那 OK 之后我就要磕了。你说你 OK 了吗 ？OK OK， 来吧。来，好，开始哦。好。你看他这里会那个。对，他离开他这边的部分。消失。对，会是磕完的地方。A 的对，绿色部分来讲的话，就是像你现在就完成44%这样子过去这样。他怎么知道我怎么画的？他就会解析啊，他就会解析那张图，这张 JPEG 的图。完成了，成了，好可爱！然后我把它拿起来，然后要变那个吗？没关系，直接刚好拍到，这样也可以。超可爱的，好可爱哦！干净，还要再大力一些些。我的但是我们就转到差不多紧就好了。你这边你摸一下这个铜环，摸一下不会被电到啊？不会，你放心。哦、OK， 来再来。那现在要帮我们把那个电线塞进去，因为这比较专业。然后我也差不多觉得这体验够了。因为我们前面太认真看那个字。对，我们那个木头耗费太大的心神，但我觉得很可爱，蛮好玩的。顺时针进入到最后一个步骤。只要装灯泡就完成了，点灯仪式啊，正常就这样就好了。OK， 对，正常这样就好了。OK， 来插电哦，插电。哦，开灯。耶、yeah ！好。成功。哎、欸，你看。这边。我都慢不行关电， yeah、可以完成。第四段的话就会关，然后之后你们可以调整里面的亮度。好可爱哦。OK。真的好可爱哦。OK。然后你们也可以摸铁盘啊、铁剑这些地方，这样子，对，可以，可以配合音乐，对对对，演奏一首歌，我拍个照，好，噔噔，耶、yeah, ，好可爱哦、喔，我觉得他刚刚说了一个皮剑的取代性，哦，哦，就是对啊，因为皮剑就很容易被取代啊，例如说。但台灯就放在那里，就不会说你要不讲一个 LV 吗？对啊，就是你很认真手做一个，很认真手做一个皮件，然后送给人家是一个皮夹，但其实你去逛街，你看到一个 LV， 你就想说有比较像那个 LV， 就很容易被别的东西取代，可能用一下下就其实想要别的。对，我也觉得有道理。结果我觉得太累了，所以呢，我就决定明天再去运动了。现在要跟安安。还有我男友回家吃个饭，这样晚餐大吃垃圾食物，章鱼烧披萨跟拼盘。刚吃完午餐，然后现在来健身房，
其实呢，我已经大概一个月没有上健身房了，所以有点生涩的感觉。所以其实太久没来，有点不知道从何开始练起。对，希望可以赶快找回健身的节奏。今天的运动 outfit 是我很久没穿的 Adidas 短裤，跟这个上衣是 XU 新的吸汗上衣吧，还蛮舒服的。然后里面这个是很多人问的运动内衣，它是淘宝的。嗨，我回到家，然后也洗完澡了，对，然后我脸上这个眼镜啊，就是我新配的嘛，我真的觉得它很好戴，从我拿到它之后就再没带回我的旧眼镜过了，因为它真的很轻，所以戴一整天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不适感。然后它的外形也还蛮怎么说，蛮现代的嘛，就有点小文青感，所以如果要外出搭配衣服其实也蛮容易的。然后这是文雄眼镜行的嘛，其实他们在台湾已经有59家的实体店，可是大部分都是分布在中南部，不过其实他们线上也有官网可以买镜框，可是如果你是想要同时配镜片的话，就还是要到实体店里面。然后他们现在有一个 app 就叫文雄眼镜，然后你就点开来之后呢，你可以看到左边这边有个优惠券，然后点进去就真的有各式各样优惠券，然后你也可以选特定的品牌，比如说库珀好了，然后点进来就可以看到库珀，你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优惠。对，然后在首页的部分右上角有一个优惠券的符号，那你就点进来，然后他们有给我一个折扣码叫 JazzTalk， 你就输入之后呢，你再回到优惠券这边看，你就看到多了一张这个 YouTuber 粉丝优惠，就他们有给我一张优惠券，是如果你跟我配一样这个系列的眼镜的话呢，他就会送你一个太阳眼镜，然后太阳眼镜是可以依照店里面有的款式去挑的这样。然后在他们店里消费的话，他们还会送这个算是也是各式各样的优惠券啦，就里面就是有不同的，比如说镜片啊、面膜啊、隐形眼镜啊、按摩各种。对，然后给你们看一下眼镜盒长这样，还蛮酷的开法，它是这样子，对，是那种厚纸板的，蛮有手感的纸质的材质。好，以上大概就是我这个周末，待会儿呢我就要跟我男友叫外卖，然后继续追我们的 Ozark， 对，黑钱圣地，对，中网叫黑钱圣地，我们现在看到第二季，快看完了。我觉得这部剧就是刚开始会觉得铺陈的比较慢，第一季就是有点稍微节奏慢了一点，但是第二季开始就变得越来越好看，还蛮推荐的。可是应该很多人都看过，如果你们有看的话也可以在底下跟我分享你们的观看心得，但如果会爆雷的话就先不要跟我讲太多剧情方面的东西。好，给你们看一下我把我的灯已经放好，放在这，好可爱耶，真的觉得这灯好可爱哦。好啦，那大概就是这样，希望你们喜欢这期的 vlog， 也希望你们有个愉快的周末，虽然我不知道这支片是不是礼拜五上可不可以迎接你们周末。 anyway， 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啦，拜拜。